球迷观众们大家好，我们来到季初最令人兴奋的球坛盛事了。现在两支欧洲冠军球队各自在展示他们的奖杯，还有就为一整个场重要的比赛做准备了。各位观众一定要看实这一幕，千万不要眨眼。我们现在一起热切期待新一季刺激的欧洲球季来临，背景就够了，壮观了，不知道起跳了。最后顶得麻麻地了，卡昂在禁区入面大把球员冇用啊！人多手脚乱晒晒机会。记住射佢，搞掂入波。呢一个系咪个好开始咧？嗱，头先我俾波，如果迟少少咧就会越位噶啦，而家就啱啱好 timing。卡昂个头开得几顺啊吓，问题就系 keep 唔 keep 到啫。机会要自己创造的，其他球员都应该学一学啦。仲继续推紧啊，到底会点呢？佢哋拣开个短嘅，呢球点呢？食唔应啊，防守嗰边松口气啦。哎呀，龙门口前面咁射失，唔好话安慰佢啦。你不问候他都好的了。传回转喂餐屎啊，这球波扑得好，这个波救下来看来好像很容易，其实真的不简单，是突破的好机会来的。哎，现在可以反击了，有机会，把握机会啊，入波了。睇落咁容易嘅，对方连凳尾都望唔到啊！嗱，呢啲咪舞龙咁舞咯，唔单止有脚法，仲有速度，最后嗰下更加系酷爆啊！够晒冷静。卡昂又稳阵咗多少啦？领先2-0啊！呢个第二球咧，对两队感觉都差好远啊！落后嗰队惨啦，好大压力啊，要追多球啊！领先嗰队望住想入第三球。呢腳埋去射佢，好，我哋嚟到半場嘅休息時間。咁你認為上半場嘅情況點咧？今日呢場波對佢哋嚟講好似好易踢咁，會唔會真係咁容易就可以贏波咧？卡昂領先2-0，睇嚟幾順利啊！下半場已經開始啦。卡昂喺半場換人，係因為咩咧？个波传向左翼，力量够啊，准备要射啦，入咗网啊，入咗啊呢个波。下半场个节奏好快啊，最后嗰脚啊简单啦。喂，你点睇啊？呢个波系射得靓嘅，不过咧都要赞下俾波佢嘅队友啊。呢场波真系越嚟越好睇啊！哇，下半场咁早啊入到呢球波，成队波轻松晒啦。再一个机会啊，打得好靓啊！领先住两球都怕请安全啊吧？呢球波又系教材嚟噶，控得靓，射得妙。卡昂领先两球，睇嚟赢面都几大噃。哇，上场波唔同晒啦吓，球迷都起晒身啦。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呢？试下呃埋去啦，入埋门嗰下啦，带住个波攻上去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禁区里面有队友传得噶，个波传向左翼，呢个直线靓啊！传咗今次得唔得啊？又浪费咗个机会啦！
雲迪即刻踢走個波。截走咗個波。試下握埋去啦。頭先話完場啦。卡昂攞到呢一個冠軍咧，就可以話喺佢哋開季之前打支強心針，對球員同球迷嚟講咧，都係好大嘅鼓舞嚟噶。卡昂贏到個杯賽冠軍，係佢哋球會嘅重要時刻啊！